再把圣经打到箴言书第三十章第五节第六节，这两节经文，箴言书第三十章第五节和第六节，找到没？页数为旧约圣经640页，箴言书第三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找到走，咱们开声来朗读这两节经文。一、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来交通。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信是我今天好生活，就有好生活。信是我今天我要发财，就发财了。信是我今天走路上想要捡钱，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是吗？不是，不是。一定要知道耶稣来要干什么。耶稣来是叫我们得生活，是叫羊得生命。既然他是叫羊得生命，不是为了得好生活，那我们今天就不能违背圣经的真理。因为很多人讲的是生活之道，讲生活之道，讲肉体得好处，讲大大张口大大充满，人今天接受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接受的呢？因为迎合人的情欲，迎合人这个思维，迎合人的情感，对不对？当他迎合人的情欲情感的时候，人很快就接受了。但我告诉你，这是一条灭亡的路，这是一条灭亡的路。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讲圣经是要追求这里的圣经里面隐藏的那个真理，不是看字面意思。看字面意思很多的地方好像就是生活之道，但是不是生活之道呢？不是。但我告诉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能听，你必从主那里得福。阿门。你若不听，你就不能从主那里得福。阿门。你跟着
遵守主的话，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没遵守主的话，你说你今天爱主，是爱主吗？不是。所以他说，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就做他们的盾牌，就是你的庇护所，就是你的避难所，就是你的方舟，就是你的逃城，就是你的盾牌，对不对？神的话就是你的盾牌，你要认识神的话了，那就是盾牌。所以他说什么呢？拿什么当做藤牌啊？信德，信德当藤。你能信神这句话，那就是你的什么呢？信德藤牌了。来，弟兄姊妹，往下看，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为什么这么说？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我加添了主的话，神就把我看成是说谎言。你看严不严重？你加添主的话，主就把你看成是说谎言的，是不是啊？恐怕他责备你。你加添主的话，主责不责备你？责备。你就显为是说谎言的。你说没有主的话，你不是说谎言的是啥？对不对？主的话你不能加添。我们再看启示录最后一章。启示录最后一章，懂了吗？咱们看第七节。我把这个擦掉。
邀请那个于洪杰，就是下巴有点歪，那个嘴有点歪的于洪杰，上那个长春的，有一个叫什么，一个弟兄，阮弟兄啊，在他家聚会，我就去了，去了他就在那上面，他就跟他白话，于洪杰讲完他就白话，白话，我说你别白话了，你那说的不对。他说怎么不对了？你这个小弟兄你是从哪来的？我说我从哪来并不重要，但你说的话不对。他说你说我说哪句话不对了？你说现在还继续说预言，你找着圣经依据，我能给你找着圣经依据，从旧约到新约，旧约到施洗约为止，新约到启示录为止的。但你找不着，继续有预言。他找了一段经文，等会儿咱们看啊。他找了一段经文，咱们先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旧约的预言呐、啊，律法和先知说预言到约翰指为止住，已经止住，止住了。如果再说预言，得还得兴起先知。先知这个职分结没结束？先知的预言结没结束？律法结没结束？律法的预言结没结束？结束了，这都结束了，是不是、啊？这两个都结束，不管是先知，不管是律法，只要是旧约的，它就结束了。是不是为止了？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现在不需要说预言，因为耶稣已经做成旧恩，就传旧恩就行了，好不好？好，你再说预言还有什么预言？还有没有预言了？没有了，没有了。那么耶稣基督来是圣经已经说完了，不需要任何人再去加添预言了，好不好？好，这是这件事情重不重要？重要。这件事是十分重要，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警醒。如果你耳边有一个人在说预言，你一定要杜绝他，因为上帝要借着你干大事了。你被那些人，上帝给你的比他还多，你被那些说假预言的带着呢，那假预言中间你不就毁了吗？你毁了你一生，你也毁了你整个，你的教会毁没毁？你要是代替教会，你说你这样不就全毁了吗？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呢，到如今就是耶稣说，从他那时候到我这现在这个时候，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啊！这个努力不是叫你去守，而是叫你脱离，对不对？脱离律法，脱离旧约，脱离先知，脱离。就是脱离罪恶，对不对？嗯，脱离世界。往下看，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止没止住啊？止住了，已经为止了。不是我说的，是主说的，是不是啊？是啊。到这天为止了啊、哦，不准翻了。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咱看看圣经的是怎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找到吗？一二。神既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被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谢谢大家。到这啊，就到这了。神既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古时借众先知，末世不是借众先知啊。莫是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听明白了吗？那天我上河南，就上苏桥那地方，那老头，我走的时候那个。
是新约的，新约到启示录指出。那么为什么使徒行传那个使徒行传那个地方是先知和律法那个时代的交界处？交界处，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圣经没默传，它当然有预言了，它当然有预言了，因为那还没结束呢，圣经还没默示成呢。耶稣讲完话，讲完四福音，保罗出来最后又说了许多的预言，这是指要默示圣经说预言。一会儿咱们再讲那地方，咱先看这段经文第十八节、第十九节，找到吗？一二。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你看压力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你说假的，上帝要把你删除的，在圣城里没有你的份了。那你为什么要说假的呢？你不被不中魔鬼迷惑，能说假的吗？啊！所以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遵守哪个？圣经书上，就是旧约到。约翰为没为止啊，约翰既代表律法又代表先知。第二点，新约书指没指？已经指出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他已经指出就是没有了，谁也不能往上加添了。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晓得吗？第十七节，预言有开头就有结尾，新约的预言从耶稣基督开头的，听不明白？啊，预言的有开头有结尾，旧约呢也有开头有结尾，是不是啊？旧约以诺说预言，说什么？看那古代的他在千万圣体降下，有开头有结尾。有没有？有开头有结尾。那么新约从耶稣那章开头说预言的，然后到启示录就为止了。记没记住？现在启示录默没默示完？默示完了，马上就得停止了。如果再有一个，一定是个假的。你有没有分辨？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谁不遵守这圣经的预言，谁就是不出于神的。将来你被删去份了，你别后悔就行。你只要说我今天我就宁可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我就能说，我说完了，我到将来向上不去天国了。主说把我显为说谎言的，进不去天国了，是不是？圣城里也删去他的份了，你别这么就行。这就说明你起初你虽然在那里，他也要把你从那里给你删除的。犹大有没有使徒的名分？
说预言的跟着圣经反对的。一旦有一个人出来，他所说的预言、做的异梦、见的异象跟圣经反对的，那就有问题的，对不对？你要看他的预言从那个来头从哪来的，是继续说预言，还是说圣经中间的预言？好不好？这时候圣经还没默示完呢，再开始说预言。咱们现在被圣灵引导开始传道了，因为默示完的，咱们就得去传，对不对？听没听明白？那不是无尽无休的，那个是指那时候圣经还没默示完呢，所以保罗还在写书，约翰还在写书，是不是啊？彼得还在写书呢，还在写那个彼得前后书呢，这个保罗还在写这些书呢，使徒行传那时候还都没完成呢，所以那时候有预言正不正常？正常，那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因为这就是指这方面说的，前面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那你现在将来也说别国的话，那预言不是叫你今天随便说圣经以外的随便乱说，好不好？咱现在将来神给我们恩赐说别国的话，说相谈，行不行？行行，这行，对不对？因为你是为了传福音，传圣经里的福音，神给你这样的恩赐，这是恩赐，不是叫你随便无尽无休的这再说预言，再说预言你不得被定罪呀，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再说预言，那预言从哪来的？你得要想想，这预言从哪来？这预言是不是圣经里记载的？好，咱们看一段经文，《耶利米书》，找什么十六节。找什么？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他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听明白吗？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呢？这句话是耶和华说的，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不是神默示，不是神给他，是不是以虚空教训人呢？对不对？所说的异象，他们也在见异象，哪来的？出于自己的心，出于自己的心呢？他的心就是什么呢？先见，他的头就是他们的先知啊！他想出一个事儿，他就是一个事儿，想出来马上嘴就说出来，就叫说预言。为什么这么？
有这预言你都得闭口，你告诉他闭口，好不好？不要说了。圣经完没完成？完成了。预言完没完成？完成了。那个启示录不是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是预言没完成啊。听没听明白？就指他们在正在默示圣经，借着预言默示圣经。但有那女人起来说：“我也有预言，我也得到预言了。”当时保罗说：“女人在教会中间，妇女在教会中间，怎么样？闭口！恐怕他混乱。你说这个说预言很容易就混乱，对不对？甚至有人说那预言那连边儿都不着啊，根本跟圣经的真理一点边儿都不着。但也说，他为什么要说呢？就众魔鬼迷惑了，特别是不听道的人，那说预言。那天就是跟我说那个方言，就也是预言。当时我就说他，我说你这话来自于鬼，不是来自于神。他说你怎么知道来自于鬼呢？我说我就知道来自于鬼，因为你的话没有一句是圣经里的，没有一句是圣经里的。你说来自于哪？不来自于鬼。什么是完的圣经？就是叫你传。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是传道、传圣经，对不对？现在不是默示圣经，你还说预言干什么？神在哪个地方告诉你，还继续说预言默示圣经？那还得写一本圣经啊！有预言就得写圣经，因为预言没完成，圣经就没写完。现在圣经写没写完？完了，写完了。那我再去再预言点什么，有没有问题了？有问题，你得看圣经，你不能断章取义的看圣经，是不是啊？保留的你就危险，你从前呢你都在错误里边，最后你才听信这真道了。等你听信这真道还保留着过去，
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就是要试验试验看你是不是爱，所以心情的说假预言的，说心情说假话的，你爹来说假话你听不听？不听。你妈来说假话你听不听？不听。你婶子来，你姐姐，你亲姐姐就说说的假预言，你听不听？没听。先告诉弟兄们，我现在给你打预防针的，最后会有这样的试验来的，对不对？就又来个预言呢，这预言是什么？基督来了，东方展店是不是说基督来了？是啊。你要不守着书上预言就行，对不对？进东方闪电都多不多？多。进了东方闪电之后呢，这个人还有没有机会返回来？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只要进去，特别是越年轻人越没有机会。越年轻进了你就变成性工作者。你不是不爱当小姐吗？有许多人不爱当小姐，到那里就不还赶不上小姐呢。听没听明白？进了东方闪电的特别女的漂亮的女的没有一个回来的，什么样的呢？那样的能回来。因为越老越那个越长得不好看的他就能回来，他放你走，你这种没有用，穷的家里一手一分钱没有，但你穷行，你长个小脸蛋好看也行。因为什么长脸蛋好看行？因为脸蛋好看能诱惑别人，能叫别人入教，好成为地狱之子，拿脸蛋勾引，对不对？听没听明白？你要注意了，将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时代中间，你相信不相信？主说完了就一定会应验的，听懂了吗？现在你遵守谁的话语？神的话。这圣经预言要不要遵守？要。就遵守圣经预言，好不好？好。你信的是圣经的预言，好不好？对。你信的，你信是得着，就是得着圣经的预言，好不好？嗯。得着生命，别去得生活去。你得生活，你得多少有什么用啊？啊，对不对，弟兄姊妹？对，这是很可怕，很可怕。有许多人呢，就被诱惑的，我心里就特别特别难受。我一看有的人就得进到假预言里头了，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难过，是不是啊？你要没听这个道的时候，也就那么低了。你要听见这道在心脏假预言里，我特别特别难受，我难受到一定程度，别人不理解，神知道我的心，神最知道我的心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再看一段经文啊，再看，还是耶利米书，23章。耶利米书23章25节，25节找到吗？找到，咱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25节。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好，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在说什么呢？假预言，我做了梦，我做了梦。你现在注重梦的人就被魔鬼抓住了，因为你里面已经有圣灵，注重梦干什么？这些假先知就说这个梦，因为梦是你梦的，谁也不知道，你想骗谁就骗谁，对不对？我做了梦，我做了梦，对不对？他为什么提到梦呢？梦是虚幻的，对不对？他一就用梦，你就误以为他在说预言，借梦说预言。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这是何等的可怕呢？他们是心里有鬼的。我说到你中间服侍你，我要不说我做个梦，做个梦，你能信吗？嗯。
我到中间服侍你，我说我做个梦，你也不知道我真的我假的，我用这个梦来欺骗你，完了从你手里骗钱。这些人都有诡诈的，都是为了钱才做假先知。有人就亲耳在我亲口在我面前说，我们都是假先知啊。刚听我那讲的一信成义的，他说我们都是假先知，最后照样还是在那里做假先知骗钱。有没有人受被骗上当的？有的是啊。你看这傻人就受骗上当，他说做了梦，做了梦了。你愿不愿意听梦？你听，你给讲讲呗。你做啥梦了，傻子？你做梦，你爱做你的，你自己做你自己的，不想听，好不好？好。你听了你就上当。耶稣说没说？有人说基督在旷野里，或者基督在内屋中间，你不要去。为什么说你不要去呢？你不要好奇，好奇就上当受骗了，对不对？不要去，不要好奇，不要参与在中间。谁说什么基督来了，你别那稀里糊涂就跟着跑，是吗？真的吗？真的吗？假的？你怎么知道假的？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假的？听懂了吗？有人对你说我做了梦了，这上帝明说他说的是假预言，因为他托耶和华的名，他也说我信耶稣基督，他托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开始在教会中间大肆的敛财，就借着说假预言来敛财。不管这个人图为什么，不管这个人要干什么，他说的话肯定是鬼的话，听明白吗？你看这段经文就是这么说的。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话，就是托我的名说的假预言，我已经听见了。耶和华听没听见？听见了，早就听见了。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不是说所有的预言都真的，不是所有的神迹都是真的，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是真的，不是所有的基督都是真的，对不对？不是所有的使徒都是真的，不是所有的师父都是真的，不是所有的弟兄都是真的。耶稣的十二使徒还有一个假的呢，耶稣就预言了说将来必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呢。有没有假先知？有，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大肆的兴盛的假先知，假先知可吃香了。历史历代以那些犹太人他们的祖宗都说假先知好，你看完真先知说真话的人没有几个说好的，就喜欢说什么呢？听假话，耳朵发痒，愿意听假话，是不是啊？因为这里边说，他说我做梦了，我做梦了，你不要信。你一动心了，你是不是就想要信呢？你不要信。下面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这邻舍述说了，是不是？述说的是什么梦？诡诈的梦，真的假的？他说这个梦是真的假的？假的。他向谁说？得谁？你跟我靠近点，我就对你说，这叫邻舍。跟邻舍说，我做一个梦，叫你相信他是先知。其实他是不是先知呢？他不是先知。听懂了吗？所有人说的预言，违背了圣经中间的预言，这个人就是假的。假先知，听懂了吗？他说的预言就是假预言，他违背了圣经了。他是因为圣经预言停止了，他又说预言，说一个预言跟圣经是完全是反对，所以上帝说他们是用诡诈。要干嘛？叫你信他，叫你信他什么？叫你信他是上帝兴起的预言，那个说预言的先知。其实他说那话是托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叫不叫他说呢？没有，没有，没有叫他说。好，再往下看啊，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磐石指基督，耶稣是不是被打碎的？对不对？大锤代表什么？能力，是不是啊？
是上帝是能力把耶稣基督打碎了。我想看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偷窃神言，是偷窃神言呢、啊、现在偷窃神言的可多了，偷窃神言哪个窃？盗窃的窃，是不是、啊、偷窃神言。将来我也会讲这么一个专题，偷窃神言，像邻舍偷窃神言。什么叫偷窃神言？我没有，我偷啊，我偷啊，你看他不敢说听我讲的，还是外号是假的。你现在我发现好多人偷我讲的道，出去了完了写成讲章，写成讲章到他的会堂里给那些人讲。其实他哪来的？偷的。怎么叫偷呢？偷了不敢说，这叫偷。那么那个景弟兄听我讲道了，完了出去讲，他是不是偷的？不是偷的，因为他敢说，他说弟兄我就听你讲道，这不叫偷。偷是什么意思？不敢承认，这叫偷，是不是啊？偷是什么？背着的偷偷的把这支笔拿过来，看着人不注意，偷的揣兜里，谁也不知道，这叫偷的。但他不是，他是听了这个道的呢。他说：“弟兄，我现在听你讲道。”而这些人不敢承认，不敢承认说听王彦豪讲道，这叫什么呢？偷。偷，背地里还当别人说。王彦浩是异端呐、哦，他讲道不对呀、啊！你看我现在就听好多人这么讲，青岛有，南阳的有，济南的有，北京的有，都在偷我讲道，好多好多偷着讲的，包括小兵，包括殷辉辉，等哪一天我给你发那个，你看他偷怎么偷的连一个字儿都没了，偷，一个字儿都没了，偷的能不能听出来？对，举的例子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就是举的例子。但他偷去的毕竟是偷的，他偷着吃的，但他没消化好，偷进去噎着，没消化好，最后呢，噎着了，是不是啊？噎着了给谁一讲？讲的全是什么？你没消化，他讲的吐出来的东西全是什么？整的，全整的，哐啷哐啷就出来。你要是领受的和偷的它是不一样的。我通过弟兄讲道了之后，我领受了，那领受消化了。他偷的偷偷的，他急忙偷点没消化呢，都长的出来拿出来给弟兄怎么一提一闻就恶心人，不想吃。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偷窃神的言语，是不是啊？盗窃的，从邻舍盗窃的神的言语和那些假先知说出的言语，它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经义，他们说的是字句，所以他听完了，你马上往后再一听就知道了，那马上进生活里头了，马上进，多多富有，多赚钱，多赚时间，丧掉生命才好的。他当然他不能这么说，多赚钱多荣耀神，多赚钱多好，教会得多多的去拉拢那些个有钱的人到教会来，有钱的人奉献多呀，没钱的人奉献少，所以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到佛堂里去，到佛堂那不都去上香去吗？哎，你过来过来，你别上，这假的，这是偶像，上我们那去，上我们那你奉献，上帝就赐福给你，不是说赐福，祝福你呀，神祝福你呀。真的吗？咱那神最大，比这佛大，去吧。真的吗？真的，你去吧。所以这些拜佛的人，有许多有钱的，有这种成捆成捆的往里扔的，往那里奉献成捆。你看那佛堂里最后呢，那个大桌上摆的高高的，全是100块钱一捆一捆，那个50块钱没有人碰，就天天数钱，把那人手都累勾勾了，就数钱都数不过来，太多了。佛堂里头扔的多不多呀？多。那些有钱的人都跑到佛教的佛堂里去，所以这些三字会的有一些个那些个牧师长老就想出这么法，快发动这个教会的所有男男女女上来去，就把那些去拜佛的那些个都领到咱们中间来，往咱这里奉献。听没听明白？听懂了吗？这是我亲耳听的，亲眼看着。他们就招募什么呢？
天下哪个有钱，哪个公司大老板，谁要弄带进来一个，我告诉你，你将来就是去教，我就封你为什么呢？主任，封你个为什么？长老，再封你个什么呢？牧师。这些人就为了当牧师啊，上那里的，哎呀，特别是年轻女孩到那里打扮漂亮了的，老板，老板，你在这里不行啊，在这里这叫拜偶像，拜偶像将来下地狱啊。啊，就是拜偶像怎么下地狱？就心上好就行了。佛教也行善积德，你没行善积德啊？俺们跟他们不一样啊，你上哪里去啊？你去吧。拿什么呢？狗眼，狗眼，这女的看着对我有意啊，那眼睛都带勾的。那真的到你那行吗？行。那咱加个微信吧。加个微信，是不是？加微信干嘛？联系。有钱呢？就这么借着女人把他们勾进来。我说的一点都不错。有一天我有一个好友刚加我，最后就把我把他踢出去了。他是沈阳有一个三次会的。他说我今天得打扮好一点，打扮好一点上教会呢，就是吸引那些个有钱人，吸引那些年轻的。我说这个教会怎么就给年轻开的，就给有钱的开的？那贫穷，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富足的人有什么？有祸了。你这极端，你这极端。我说我怎么是极端？这是圣经说的话，怎么是极端呢？我说你拿色情勾引人吗？你那叫勾引，你勾引一个人入教成为地狱之子，我砰一下子把他踢出去，对是不对？对，假的都是到教会里要干这事的。他为什么说假预言？叫你信他，偷窃，他是假的，他得弄点东西，叫你承认他是牧师啊。特别教会中间那些牧师，他得承叫你承认我是牧师啊，那怎么办呢？我又没有道，圣灵又没感动我，我一讲一篇道呢，念一段经我解释不了，我就得上网上偷，那叫偷窃神言，听没听明白？偷过来干什么？现买现卖，皮罐打水现买现卖的，骗那些弟兄姊妹，骗那些教那些那个三次会那些糊涂人，不是弟兄姊妹，他们是一群糊涂人。你看，呀，这牧师讲的不错呀，这牧师讲的好啊，哪来的？大家讲来讲去，嘣，又掉生活里头了。讲来讲去，把你带进生活里，你说能不能好？是真道吗？一下给你掉进生活里，对不对，弟兄姊妹？好，往下看啊。咱们再往上看第28节，28节找到吗？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你听听，你得谁的话了？你得谁话你就讲谁的话，对不对？你看这段经文，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对不对？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述我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啊，假先知和真先知怎能比较呢？假师傅和真师傅怎能比较呢？对不对？假先知、假基督和真基督怎能比较呢？对不对？假传道人和真传道人怎能比较呢？这话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是不是有真有假的？得了梦了。我得一个梦，梦见什么了？梦见什么了？梦见说你家那钱都是我的，都跑我那银行卡啊！我家我那银行卡钱你怎么知道？知道吧？你那银行卡的钱都到我那银行卡去，我就不做证了。其实变相的一诡诈，叫你给他奉献，对不对？哦。你这个稀里糊涂这个弟兄呢，这他长得也糊涂样，是不是啊？那心眼也糊涂，啥喝的？哦，那可能神让我给你奉献呗。你看，钱骗到手了，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啊？爱主嘛，爱主那那些牧师说了，我银行卡上的钱都到他那上，这就是管我要钱吗？听懂吗？最后你就会懂的，神最后一点点就给你智慧的，好不好？好。你看他说什么？述说那梦，是不是述说那梦啊？那你听谁的话，你就述说什么，是不是啊？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传授我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是不是耶和华说的？第二十九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火是审判的意思，烧人的意思，对不对？我的话岂不是像火？像火的火是静的，是动的。火动的，动火是动的，是不是？火是烧人的还是温柔的？烧人的，烧人的，对不对？他偷见神言了，你说得不得被上帝烧灭他们，审判他们？火就代表着审判，大锤就代表着审判，对不对？烧他，砸他，往下看，找到没？第三十节，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要不要与他反对呢？要，一定要与他反对的。你等着，就是所有说假预言的，你等着，所有的这。就是混乱主道，威力混乱主道的人，你等着，到时候上帝会与他为敌的，会审判的，会刑罚的，是不是？威力混乱主道的人要的刑罚，这人要自取灭亡的，这叫自取灭亡，是不是？为了利，把道都给混乱，偷窃点神言，别人不知道，就你们这就是就这么回事。其实他偷窃来的全不全呢？根本不全，都是自取偷窃去。上帝不会叫他精义，所以偷窃神言的人没有整个把我所讲的到那个精义给讲出来，所以他们也在讲，拿着欺骗那些糊涂人。哎呀，这林薇薇讲到是个年轻人听啊，很活跃的，学来的，数学来的，根本不是他自己的，他能到我一听，从前面讲的错，后面讲错，中间有一个一段小。对，就正好掐的那个《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影，不是那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些一样的记录，将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因为里面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就那个地方掐，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影，就是一个傻小子，他爸给他找个对象，完了之后弄一个照片给他，他拿回来亲，跟我举的例子都是一样的，你说对吗？是偷的，不是偷的。你不信，等回去了叫张弟兄给你发过去听听。偷的他不敢说偷了，他哪敢说偷了？他要敢说偷了，不就叫他们的信徒轻看他了吗？所以他不能说偷了。听懂了吗？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你看这些假先知，做梦的先知。是不是做梦啊？新约的刘大叔也说他们做梦啊。做梦的先知是最可怕的，因为他的梦，他说漫天遍野的，你也不知道从哪地方说起，他就乱说一套。你知道他说假的，说真的。但我告诉你，有一个就是他不符合圣经的，他说什么你不要听，好不好？好。这个做梦的人，从前他得到那个恩赐，就是在没明白救恩的时候得到，今天还使用那个东西，你不要听他的，好不好？你要离他远一点，你不吃亏的，最后你就会真正的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被神使用。咱们还得得咱们的冠冕和奖赏，好不好？好，听懂了吗？听懂了。好，再往下再看一点啊。这是偷窃神言三十一节，耶和华说。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反对。这是耶和华说的吗？不是，他得说托耶和华的名，这耶和华说的，是耶和华说的吗？不是，不是的。他述说那梦是耶和华叫他述说的吗？不是。好，往下看，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是不是？幻梦，幻是幻觉，就幻想出来的。
梦，做梦，为预言的，可不可怕？啊，遇见这事你就躲开，你就一定要第一件第一个时间段你就告诉我这假的，好不好？好，离他远一点，这人身上有鬼。哦，听没听？幻梦为预言的，幻觉，是不是啊？是。还有梦，现在圣灵在不在你心里头？在。用不用幻觉的？不用。用不用梦了？不用。不用的。你他在说幻觉的事儿，或者梦的事儿，或者眼睛一闭，我算卦的，算卦的是一定算卦，从鬼来的。离开他，你几时离开，你几时就蒙福；你几时听从他的话，你几时完蛋了，对不对？好，再往下看，要述说这梦。做完梦了，幻觉完事他就开始怎样？述说这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百姓走错路了。所谓走错路啊，你看看，就这些东西就容易使你背离圣经，背离真道的。一谎言，是不是啊？这边说完了，那边就有人信。听懂了吗？以谎言和金夸使我百姓，这实夸，夸自己的话叫金夸，夸大话叫金夸，是不是？夸使我百姓走错路了，我必与他们反对。几个反对了？三个反对了，是不是？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与这百姓，与神家的百姓毫无益处的，离他远一点。不管哪个地方，一旦出现这种人，一会儿做个梦，一会儿说个预言，离他远一点，这是最可怕，最可怕。这是耶和华说的。谁说的？耶和华说的。你听不清耶和华的话？听。你还是听假先知的话？听。耶和华早就预言这句话，早就说肯定有这样的出来说假预言，那么就有人听啊。什么样的人听？傻子，是不是？疯子，缺心眼的人听。你只要有主的道理的人，你会不会听这些东西啊？不会。只要说这些东西，马上赶出教会。这个与这百姓没有益处，这明明是撒旦兴起的先知，假先知，对不对？马上就赶出去，对不对？如果在群里出现了，马上把他踢出去；如果在房间里出现，马上把他踢出去；如果在你教会中间，马上把他赶出去。这人不适合，对我的百姓一点益处都没有，好不好？这人已经鬼已经入他心了，他现在说的鬼话，不听道，说鬼话，说假预言，说梦，这样人离他远一点。教会不需要这样人，好不好？好，听没听明白？明白。你懂这题目？亲爱的救主，在天上阿爸父神，谢谢你。阿门。谢谢你爱了我们。阿门。你把你自己的道赐给了我们。阿门。警醒了我们。阿门。使我们今天信实得着，就必信圣经的话。阿门。就必得着从圣经来的应许。阿门。因为离开圣经就没有应许了。阿门。离开圣经就没有预言了。阿门。我们信就回归圣经真理，信神的话。阿门。不信人的话。阿门。也不信鬼的话。阿门。不信那些假先知的话。阿门。不信那些假师傅的话。阿门。不信那些存着诡诈偷窃人神言的话。阿门。今天有许多的人在偷窃神言。阿门。今天有许多人借着这些拿金钱当得力的门路了，主你早就预言了，这些人就是为了钱，不惜一切代价去偷窃神言，借着偷窃的话语来蒙骗那里的弟兄姊妹。凡预定拣选的儿女都能够从那里出来，不跟那些生人走，不跟那些个假先知跑，因为跟假先知跑就要与他们一同受罚，将来假先知和假基督都要扔在
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阿门。今天谁跟着跑，谁就要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阿门。谢谢天父，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阿门。把那些个假先知口在教会中间给他封闭住，让他不再迷惑弟兄姊妹。阿门。弟兄姊妹能够望着你的标杆直跑。阿门。回归圣经真理。Amen. 在圣经里扎根。Amen. 只听主的话，不听鬼的话。Amen. 不听人的话。Amen. 谢谢天父，按照你的意思来带领我们。Amen. 听我的祷告，愿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Amen. 祷告感谢祝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Amen.